洞穴里的机关陷阱千万要小心，这是一个能够轻易让人有去无回的防御堡垒。90年前坑爹的设计让人不寒而栗，陷阱的独特地势差点让我们从此停更。当放神下入骇人深坑，坑底景象才是我们噩梦的开始。这是看一次就少一次的探险实拍，户外小北又要开始大呼小叫了。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现在来到了这个杜家碉堡的一角，碉堡的大门呢采用的是石仿木的结构，飞檐翘角啊。这里有一个扇面，曾经应该上面写的有字，但是现在已经风化了。可以看到这个上面呢已经是残垣断壁了，不知道古人在没有先进工具的情况下，如何将这个重达几吨的巨石垒砌得如此规整。每个青石与青石之间的填缝啊，全部都采用了三合土。它这面的长度呢，差不多是9米左右，然后它的纵深呢是6米5，整个碉堡的高度呢，差不多8米，下面已经坍塌了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就随着这个凉风往那个洞道里面看一下。小白，快来，这里有个洞。这边有一个门。对，有一个门。哇，好公平啊，藏得很深呐、啊，深不深？不是好深，很隐蔽。很隐蔽，有没有像上的洞的？哇、哦，好像有。是一个洞道吗？但是不深，不是好深。用来迷惑敌人的。这边不是它的主洞道，它的主洞道应该在左手边，因为那边有很大的风吹出来。这个不是人工开凿的，这个上面没有开凿的那个栈纹。这里应该曾经也是做的有一个门，层层封堵的背后又会隐藏怎样的人文密码？暗道的深处又会经历怎样的奇遇呢？跟随我的镜头一探究竟吧。这是个什么东西？没看懂啊。这边就有开凿的痕迹，但是上面已经附着了有这个钙化物。洞腔变得很大，哇哇，这个上面为什么是血红色的？搞不太懂啊。这里还有被人掘凿过的痕迹，这个上面全是这样的血红色，五彩斑斓。这里有个洞道，哇，我看到了什么？这是现代产物，一把生锈的刀。这个上面有两个字，是被烟熏出来的。这好像是写的什么字，但是看不清楚了。这里还有一个暗道下去，我们先往这边去看一下。这个上面开始出现钟乳石了，有个地下室，看一下，一下去就2-3米高，可以徒手下去，很漂亮的钟乳石。我从这个上面下来的，他从暗道进来的，最后在这里呢连通到了一起。可以看到这下面好漂亮的亮闪闪的钟乳石，然后在这个左下方也有一个洞道，在我正前方也有一个洞道，四通八达呀，这真的是。哦，这个里面有瓦罐，看看。他们就是看中了这个山洞入口特别的小，所以在这里因地制宜呢建了这个杜家碉堡。这里有个天生桥，也像一个石门，翻过去看一下。这个水容器室呢比较大，高度差不多在4-5米，里面空气还可以啊，没有出现这个缺氧的情况。到处都是这种非常狭窄的小洞道，
这个地上有被开凿过的钙化物，墙壁上面什么1985年12月21号，有一些人在这里刻了一些字，但大部分的字体呢还是用那个火把给熏出来的。你们能认识多少？哎，整面墙壁上面都是的。哦，我们过去看一下，那个暗道又是通向哪里？这里好像也有一个通道，这样下去的哈。看一下，哦，下面那里有一个塌陷。哇、哦，还不浅嘞！千万不要从这里过来！啊，好半条路。哇，这个竖井差不多有10几米深，这下去了之后要没有安全装备的话，绝对上不来。现在我队友他们只能从这里过来。大家，这里下来没有安全了？这里安全。好。这里还有火把，以前人用的火把，为什么火把没有带走？难道是人已经掉到了这个竖井的上面去了吗？看这个竖井是一个很薄很薄的壳子，包括那里面全部都是空的，这个上面完全没有一点承载力。啊，这个掉下去实际上爬得起来、啊、绝对起不来。我靠，还是响、哦、不浅了。这个这里面说不定有人曾经掉进去过，真的有可能。我们下去的话，很有可能还会遇到那个骨头。有可能。搞吧。搞。做好安全系统，先锋户外风少杰正在准备下降这个陷阱，看着深不可测哈，不要怕哈。有点虚哦。还是有点怕的，毕竟这下面有可能蛮热闹的。说下面非常热闹，这时候呢我做好安全保护，就准备下降这个陷阱竖井。我们继续下降，这要是一不小心跌入这个陷阱的话，那是永远没有爬起来的可能性。我们从那个方向降下来，这时候看一下，这个下降线路上面发现了一个非常小小的洞，但是有很大的风吹出来。很深吗？很深。这个石头看一下，但是有这个地方是对穿的。哇、哦，前锋还在下降啊，看一下这脚下有些什么，完全不敢下脚的状态。现在还很深哦，还很深，还有多深？哇，全是白生生的哈。这个下面是从未有人类到访过的景象，前方的后面是一个水溶裂缝，很深是吧？好热闹！哇，没地方下脚。你脚注意一点啊，踩石头上面。啊，小心一点，好不好？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，千万不要惊动他们。那你看那个地方，那里好多，那边也有，没地方下脚啊，这里好多啊。你们踩石头上面，踩石头上面。我的天哪！还有绳子下面。对，这里还有一根引绳。这个上面应该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小洞。
哇，那个角落里面都有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裂缝究竟通向何方。哇，这里有滨州石，是这种吧？光泽度很好，对对对对，就是这种滨州石，这个是。我们继续前进。哇，这里有一具这个小老鼠的骨骸，这里也有摔碎了的滨州石。等待一会儿啊，前面，哎，那老孟，结束了，结束了吗？对啊，这洞子结束了。没收到啊？哇，这个像恐龙啊！看这个，就像恐龙一样，这个石头。像恐龙的脚掌，三角龙的那个，对对对，有点像那背鳍。嗯，这时候我们就准备原路返回，这个杜家城堡就全部探明了。在下面确实是有比较重大的发现，这有一些这个失足者啊，失足掉下去的一些土匪啊，土匪遗迹。那本期视频呢，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